你好，是我，王局，啊，我出来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去。好，好。哎，这天天忙工作，忙加班，都忙成了大龄剩男，爹妈能让吗？硬让我呀，到这家咖啡厅来相个对象。短信是收着了，人长什么样啊？我还不知道呢。哎，妈，我到了。哎，放心吧。哎哎，好好。哎，不票？能不能小点声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用肉票买肉啊？干咱们绑匪的，干咱们绑匪这行的，还得做广告啊！扯那么用的，交给你的事儿咋样了？俩字儿，绝对扎死。那是四个字儿啊，可千万别给弄死，要不拿啥换钱呢？哎呀，不能够啊，都喂饱饱的了，大哥。好，电话都打过去了。不错。没人接吗？没人接，俺俩干啥来了？你说没人接？哎，大哥，大哥。我还发短信了呢，我说你儿子在我们手上，要想保证他的安全，拿着这个上这个咖啡厅进行交易。然后吧，我还跟他说了，那个大哥，你看那人不来了吗？你想儿子都愁成啥样了。你去准成的。哎哎，大哥啊，咋又是我呢？我不是你大哥吗？啊，行。大哥是个男的，五大三粗，膀大腰圆的，我捂着不住啊，得你上。你去多合适啊。啊，韩剧白看了？欧巴欧一提卡吉马擦拉黑。你整得多顺啊，你去。大哥，你说那玩意儿说的这我也不合适啊。你太合适了，多合适啊。欧巴，哎呀哎呀，擦亮黑合适吗？哎呀，太合适了，上路。哎哎呀哎呀，淑女矜持，淑女矜持。怎么还睡着了？您是约好在这儿见面的？哎呀，短信都收到了吧？啊，收着了。条件都清楚吧？基本了解。有什么想法？啊，一开始我是有想法。看见您以后我就没想法了。咋能没想法呢？不是，我还以为您是一个人来的，亲友团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团呢，这个阵容就是撑一撑场面。毕竟人家是第一次。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嗯，您是一个人来的？啊，没带其他人来吗？就我自己。就你自己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呢，通常呢都是一个负责外围观察，一个当面交谈，这样更稳妥，这样更扎实，这样更安全，和谐稳定最重要。哎呀，大哥。这小子装傻充愣，跟他挑明得了，怪累的。执行 B 计划。还有 B 计划吗？看大哥的。哎，哎呀，怪累的。你看，嗯、啊，哎哎啊哎啊！哎呀，这个当事人你都见着了。啊，短信也看明白了。哎，你看这个不是问题吧？现在谈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？
不仓促，一点儿都不仓促。听见没？通过短信吧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。是，我是重感情。我更觉得你是一个不差钱儿的人。咱们还是先谈感情吧，谈钱伤感情。那谈感情伤钱呢。你看咱别把气氛整得这么尴尬，点点什么吃。金钱。我觉得吧，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。谈正事儿啊。正式介绍一下啊，我姓白，叫白子画。还生自己呢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。还真这么巧，我就叫白子画，音同字不同。呀，那你跟那个沙姐姐挺熟吧？哎呀，沙姐姐口味多重啊，我还是喜欢骨头那样。这样淑女型的。这咋还聊上花千骨了呢？哎，最近不流行看那个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吗？还有聊鸡黑不相信喝醉。你说那个、聊跑题了。谈正事儿，介绍一下我的工作。哎，你就不用多介绍了，都观察你老长时间了。说句实话呀，瞅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要不能给你发短信吗？起初呢，我们也有过其他方面的考虑，最后人还是觉得你的综合条件最合适。哎呀，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。这个事儿您就能做主？我是大哥呀，大舅哥。哎呀，套近乎，你套近乎也没用，叫啥也得按规矩办呢。啊，对，按规矩办，按规矩办。那个，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，更是一个负责任的人。以我的条件，这个感情，这个责任，这个。哎，大哥，好、大哥，咱这就来钱了，是，那都这个了，全来了啊！大哥一出手，钞票立马有。既然这小子这么有诚意，得也让他看看咱们的诚意。来，哎，上户。好嘞，来。狗，你儿子，钱忘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你以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才明白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你们的组织人可不少吧？那我们这个想必二位还处于实习阶段。这个是还没拿到资格证。哎，咱也不知道哪地方给咱办证啊。到现在还是无照经营啊。哎呀，干你们这行不好混吧。哎，说白了就是狗绑匪。错，是绑狗匪啊。我们的说眼瞅着也夕阳西下了，满胡同的全是警察，让咱们钱狗两清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要钱是吧？钱没有，镯子倒是有一副。大哥，这是个警察。撤。白警官吧，原来是你。咱这相亲怎么还带抓贼的呀？搂草打兔撞我枪口上了。你等一会儿，我给他们送到局里，马上回来。走。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却在井灯闪烁处。当